你好，欢迎收看10月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，我是萧佳慧。这一两天的好大雨造成花莲南区多处重要的产业道路塌方落石，其中玉里赤科山产业道路多处塌方，虽然紧急抢修，但由于大雨不停，为了交通安全，玉里镇公所呼吁乡亲游客可以从竹林的方向进出，若非必要尽量避免上山。从6号开始，山区好大雨不停，玉里镇赤科山产业道路 7.4K 处又发生落石，紧急抢通后，7号一早又有多处路段土石再度崩塌。哦，这个上面这个石块，哎，这石块有点危险了，这边啊。对啊，这个下雨还会下了。这下也会下哈、哦。嗯。代理镇长江东城也再度到场关切抢通作业的进行。面对双十连假赏花人车潮，镇长审慎评估表示，虽然目前道路抢修恢复单线通行，但是为了维护安全，若必要上山者，可从竹林湖绕道而行。代理镇长江东城也再度到场关切抢通作业的进行。面对双十连假赏花人车潮，镇长审慎评估表示，虽然目前道路抢修恢复单线通行，但是为了维护安全，若必要上山者，可从竹林湖绕道而行。这边坍塌的部分大概水保局估的话是1200多立方了。啊，至于说会不会再坍塌哦，这几天如果有再下一次。怎么讲，很难保证了。同样受到这一两天豪雨的侵袭，逢雨必断的花64线瑞港公路前段8号也发生了土石泥流阻断交通，乡公所也在一早到场清除，恢复通行。但因为持续豪雨，沿途皆有零星落石，抢修作业也暂时停止。此外，这一两天的豪雨，南区布里乡60担山上下山产业道路皆有土石坍落、交通中断的灾情，目前相关单位也都正处理中，特别提醒乡亲游客，南区部分山区道路落石不断，为了安全考量，假期期间仍请遵守现场交管规定，保护自身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